早上日头也大哟。还走了，云娘，这样我把你叫定了，咱们那孩子大了，来弄你回去吃哈。我起来了哦。再会正式起养过的时候。你这儿写字的，你那儿跑不够哦。啊，底下还有两箱，后边还有一大箱，那是好多。太阳出来，我爬山坡。这么多。哦，这刚刚的又养活嘞。你往那有嘛，有就多了。是不是？嗯。这本自己的单点。我提那种根本还要长的嘛，提那种。哟，哎呀，我掉。到完没到那边？没到了，来吧，走。碗装完了。嗯。洗了回家。怎么的嘞？闷了。这个那个还要是穿的阴阴头了。这阴阴头就更加不得了了，快洗好，早点给看看。我怕你要给手机洗的还要有点弄。哎呦，住了！谢，都是比赛。行，这就是平台呀。这就是好拿手。但是有个机器啊，就不想让那个摘了，麻烦。我机器打了哪有资格想嘛？啊，有些打融了，有些也没打得烂了。买个枪哈。嗯。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可以了。我领8。有的。这待会儿就是8多斤。等会儿扣起来。哎呀。嗯。难的了。再倒点酒。嗯，更香了。香哈。快点哟，这手上火烫着呢。没人个，因为一年走的就经常都很冷。太烫了，就是辣，还有点香的。我煮刚刚这一段的辣，酱了，再回家来炒菜。要得。小子，可以。先炒，先炒一下。你这小两个，嗯，太香了，还是点点吃样子。等一下，谢谢。准备吃饭嘞！要得。嗯，直接下班。这个羊骨这早就抽油去。嗯，这一张对不啦？过一下。嗯。这早就抽出来油去光明。是吧？王海刚才都给我们叫你了。哟。那菜都是我喜欢吃的。很香很嘞。哎呀，这碗这个干鸡给吃着了嘞。这双鸡这边嘛，要多提几碗。两只也太阳，所以说啊，两只狼就走的呢。我宁愿早点家不晒的。是的吧？嗯。